林佳琪、鲍如、狠鸭、陈思璇、林又立、王丽雅壮造型。大家好，我是志伟。那今天是一零模特进公司的尾牙，带你们偷偷瞧一瞧喽。一零昨晚的尾牙主题是华丽年代，男女模特个个使出浑身解数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默契，很甜蜜吗？是仿我吧？仿你？嗯，模仿我。我连头发都是，是吗？我有编织。啊，你哪一家的？我是黄淑琪，好吗？我也是。更巧的是，他们不是租的，还都用买的。拜托，我们有很多机会，我们私下 party 也很多，好吗？戴淑珍则是以优雅取胜。我就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最适合这种风格。这是什么风格？巧克力值好拼了，讲到自己是希腊女神，凶气拿出来。但说到凶气，还是敌不过她。七零年代的 Dream Girl 那种华丽感，然后再加上埃及艳后的这种气势，看到胸部说哇是谁？然后林佳琪的。模特圈果然处处心机，这是可爱的主持群们来跟他打招呼嘞。大家，这是男生就是西装，那会不会觉得有点单调无趣呢？那所以想说，既然要华丽，我们一样可以很华丽。男生还是穿西装好了，看看温生豪人模人样。那你说男孩子要多华丽？我不像于炳彦那么三八，数以万计的华丽的，你知道佳丽跟帅气的名模们。不过还是有些人扮得不太出色。这样还保守啊？这个大花是你自己挑的吗？哦，对，有点小小复古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苹果娱乐新闻比较适合穿去参加画展报道。